从学徒已经三四年了，学了3年半了。跟着谁学的？冯绍鑫，国家大师啊。手艺，这手艺就是自己慢慢搞的，要从车上才能找到感觉，就是越做越好。你要是学完了不上车啊，就跟没学一样。转盘呢，从一个中心点吧，两个手一定要力度一样大，使劲往上。如果力度不够了，如做小的，就要借助两边的腿，用这里挤住，用腿压住这里，再带点脚上的力。如果力度不够，就靠这个手修，不可能一次性拉的一样到位的，最终还是手腕的力。那现在做这一行收入怎么样？收入也看了，天天有事做，一天400-500是没问题。那个小碗呢，就是这么多，是吧？2块钱一个，一个月做个20来天那就够了，剩下时间休息呗。做这个好累的。你现在有什么职业病吗？腰椎、颈椎。我还算是做小的，还做那个500件的耐办，他们最多做过40来岁就做不动。2015年开始，现在自己不太行，以前全都是大部分都是手工艺的，只能这种，我不说外面的，道教都充斥这种手工艺的，有的好多都是仿手工，就是用炉子倒那个形，再烤把就用手工做。跑量的重要几样，小的。如果积压不了的东西，只能倒浆。如果还有的就是积压跟倒浆倒不了的，只能就是手工。我带徒弟怎么不收钱？从以前来讲，徒弟还交工资都给我，就像那个学徒，你学武功，你肯定要交学徒费吧，对吧？现在改了，以前就像我学徒，我也交了钱的，以前还这样，师傅不上桌吃饭的，你只能站在那里。现在师傅还没到，你饭也就快吃的差不多了。现在院系这个时候越来越少了，因为好多代替了手工了，现在科技发达了。知道你的小孩以后做这一行吗？还是肯定不做我这一行了。为什么？又累，说实话做小的还可以，做大的非要一个帮手。现在就要看政府重不重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如果重视的话，那肯定不会，可能几千年的文化就那样付之东流没了。